森娜近期即将进入待产，准备开心迎接儿子小妖果的到来。引人注意的是，她四日在 Podcast 中提到，这是自己生产前的最后一集节目，并在节目中分享到，现在进入生产倒数，真的蛮辛苦的，表示肚子变得又大又很沉，还不定时的宫缩。对此，森娜谈到，只要一宫缩就会想尿尿，不过只要一上完厕所就会完全没有睡意，只能滑手机消磨时间。但看到一旁的小徐睡得非常熟，自己就会有一阵怒火。随后也提到，小妖果在肚子里还能够踢和滑动，幽默直呼我子宫是多大的豪宅。最后则透露到自己希望能够以自然产的方式生下儿子，不过因为她与男友小徐头都非常大，所以非常担心小妖果的头围也会太大不好生，但目前已经与医生讨论好，也预约好时间，到时候会直接到医院打催生针，以自然产的方式迎接小妖果呢。Bye.